而家呢度系边度呢？我哋呢一间呢，就系呢度其中一间房啦，大家都睇到啦。我哋就喺二大皇冠酒店，一入到嚟已经感觉非常之 resort，几靓个噃！你睇下有几多油画喺度，几有特色。呢面呢，就系一个衣柜，连夹埋，跟住有张 sofa，但系圆形嘅 sofa。跟住呢，就係一張大嘅床，跟住呢，就係有個書台，有部 HiFi 喺度可以欣賞音樂。跟住呢，就有個屏嘅電視。我後嚟睇下一個1:1嘅廁所，好得意㗎呢度。首先呢，洗手洗面盆非常之闊大啦。啊有，有个凳喎，呢面系俾我哋做埋梳妆台嘅。跟住咧，呢度咧就有个太阳椅，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外边咧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嘅骑楼系可以系开门晒太阳浸浴，跟住另外花洒同厕所都几大噶呢度。好啦，呢、这个就系二大皇冠酒店，系喺台湾嘅高雄嘅，都几得意。咁啊，酒店都几靓嘅。